可以，我觉得那你找的就是另外一半，或者你的伴侣也能容纳这个猫。对，就像你要接受我，那么一定要接受我的猫咪，因为我的猫咪像我的家人一样的，很难去形容这个东西。就像，其实像比如说，很多人问，那你到底你的标准是什么？你想找个哪什么样子的？我只能说个大概的一个框架。那么我讲的，如果我对一个人有感觉了，可能这些东西啥子都不得了。啥子都没得了。像我从来不去说啥子高矮胖瘦这种东西，我就是虚的。有可能你遇到这个人，你喜欢就是喜欢了，你不会管他高矮胖瘦的。只要觉得有感觉了，这些都不得标准了。对，因为我也不是个像比如说那种很，就像非要去看物质啊那种的人，我还是觉得自己感情和感觉是最重要的。当然，大框架的一个人不能太，就像比如说大方向的不能太坏了。那你说你的那个之前你说的一个框框，那个框框大概哪些？就是有责任心，然后做人不能太过于小气，还有不会太斤斤计较那种，然后比较上进，然后还有皮糙。皮糙是哪种皮糙呢？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不口的不了。不，不能动手。还有个，我觉得要善良一点吧，喜欢小动物吧。哎，咋了？你家里面有小动物吗？嗯，对，是啥动物？猫咪，养了几只啊？两只，我觉得好多女都喜欢养猫呢。因为猫猫很乖呀、啊。然后还有个它，回去陪伴你也不用你，因为工作忙也不用去遛它，因为我不是猫像个狗一样，喊它就过来，喊就过来，脾气超好。然后最喜欢的就是人，最喜欢就是让别个摸它肚子，最喜欢去蹭人。他是对你吗？没有，所有人，来我屋头安网的师傅，他都会去刨人家，让人家去摸他的头。但是我觉得好多男的都不太喜欢猫，觉得猫有点阴。啊？不会因为吧？猫又不会互动，然后还不像狗，狗呢还要经常围着主人转。我的猫就会天天围着我转，会走到我面前来踩踩踩踩踩，然后晚上睡觉。要挨到我睡，然后要搂到你，搂到我的脖子睡，它要睡枕头，然后回家，它还会喊妈妈妈妈。你这个是猫精哦。它真的要，因为我会教它的嘛，妈妈妈妈就这样子，可以，我觉得那你找的就是另外一半，或者你的伴侣也能容纳这个猫。对，就像你要接受我，那么一定要接受我的猫咪，因为我的猫咪像我的家人一样的。可能你没陪伴我的时候，它一直在陪伴我。可能你有没有它那么爱我，我都不晓得。那你之前有几段？有4段。第一段是在韩国的时候。你也在韩国啊？上学吗？上是？学。哦，在韩国读啥子呢？是？读的形象设计，读的化妆。哦。对，然后第一段是在韩国的时候，然后谈了一个河南的一个男生，是，他出轨了，出轨了，然后结果后头他找了个女的，我讲那你把他拿去走嘛，我说我不要了，然后我感觉分手了过后，那个男的反而他又跑起来找我。喊的我把他摔了，我跟人家再见，我跟人家再见吧。第二段也是在韩国，我在釜山，他在首尔，然后我们两个通过到一个在韩国的中国人的一个贴吧认识的，然后他追了我可能有2年，追了你2年，哎，那对，个时候你跟你前男友分手没早呢？就分手了，你都没答应啊？因为隔得太远了嘛，一个在釜山，一个在首尔，要追了2年，追了2年，嚯！然后头确实是有点感动，有点感动。我觉得这个社会，能够追2年、坚持2年人比较少了。然后后头跟他在一起，在一起了过后啊，
这个男生呢，他家庭条件很好，然后，他爸爸在的时候，他爸爸因为后头我跟两个谈恋爱的时候，他爸爸就急性的肝癌就过世了，给他留了很多东西，他妈妈太过于宠他了，是个妈宝。我让他回国了过后，让他去上班，让他找工作，一直在家不找工作，在家打游戏。然后他妈妈跟他说了一句话，真的是，儿子，你不用工作，妈妈都养得起你一辈子。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看不到未来，除了让他家里拿钱。我感觉恋爱里头，感觉我是一个男的，他是一个女的。然后上一段是分手有半年多了，然后他是因为脾气很怪，我们两个吵架了过后，他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哄我啊之类的，甚至有时候会动手。他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，我做了手术，做了个小手术，反而要我起来给他煮饭，给他吃，把他哄出来。当天我的脸还肿起，我感觉是有点像虐待我。然后等我就搬走了，我直接走了，就他那年种，龄比你大吗？比你还是？跟我差不多。那可能就是男的比女的要成熟要晚一点儿。哎呀，像我们这种都是，我是因为确实以前不知道自己想要啥子，后来就是晓得自己可能要啥子的时候呢，又没得精力和时间去。东找一个，西找一个，然后后来就自己觉得，哎呀，随缘嘛。差不多，我也是这种想法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咋说呢，通病嘛。对，我也觉得，现在我就算我随便找一个，我不想去浪费我的时间跟我的感情。但是我们感情可能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、十年，可能都才有显现，所以大家会可能也是很多就是失去耐心了。还有一个就是。怕就是付出之后没得回报。可能也是吧。其实我也不是怕付出之后没有回报，是怕我觉得我再浪费时间跟精力去经营一段不适合的感情，那么我就觉得，我觉得我又会对感情失去一点点信心。我还不如实际一点，我多挣一点钱，那么花在工作上的一个努力会有回报。我这一段感情，我努力了不一定还会有回报。